起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红湖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命格错纵不惧，破天际渐渐此刻谜题，起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定西高歌心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如城，云长心镌刻年轮，年华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浪脚激扬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23年前，你们的先祖护送圣上，一路杀到了泰安殿。在那场血战当中，有很多人战死了，但是他们的荣耀却留了下来。这种荣耀流淌在你们的血液当中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是否愿意为纵马归城的永安王闯出一条血路？吾等愿意。好，众虎贲狼听令。全军准备，半个时辰之后出发。是。记得你，雪月城的雷无节。错？哪里错？我又不是我那个笨蛋师弟，我记性好得很，见过一次的人一直都会记得。名字是对的，这称号错。哦，你离开雪月城了？那倒也不是，此行我不是为了雪月城而来。天启四守护，列东方位，青龙。天启四守护，我小时候也曾听说过一些堪称传说的故事。青龙位，那是剑心有梦的心愿。你手中的剑，应该就是位列天下名剑第四的新剑吧？那你更应该庆幸与传说一战。不过，在这一战之前，我有两句话想要送给你。这第一句话同样是使枪的，你不如我千落师姐许多，距离我三师叔更是差了108000。还有一句呢？这第二句同样是大师兄，你不如我大师兄唐莲甚多。就这，你们无双城还想争夺天下第一，还真是可笑啊。列阵。我最讨厌就是列阵这种东西了。曾经昆仑剑仙说道，这剑是孤气，剑是孤独的，剑客也是孤独的，像这种结群之举更是不入流。哼，可我听说剑心种也有世传剑阵。剑心种千人剑阵，守护剑种圣地，固若金汤，岂是你们这种花把式能抵的？我的情报中，你不是一个这般话多、这般喜欢挑衅的人。也许是跟着某个
喜欢冷嘲热讽的人时间久了，也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性。我以前也是一个谦逊有礼的热血少年呢。你在拖延时间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啊不，你们十几个人打我一个，我拖一下时间怎么了？啊？哼，没用的。除了我们无双城以外，想杀他的人太多了。你拖延了我们的时间，只不过是换了别人去杀他。至少我们无双城只是想留住他。有多少人想杀他，就有多少人想救他。至于你们无双城想要留他，你可知道，若是他听到你们这样说，会怎么回你们？如何回我？